这盆蝴蝶兰已经开过花了，买来大概有2年了，根系是越来越发达了。今天给它换个盆，首先是去除所有旧有的树皮基质，把根须上的也都摘除干净，用剪刀修掉干枯的根须，然后转到新盆中，再用新的蝴蝶兰专用的这种基质树皮填满。看，这里冒出了一个新的花苞。放好盆之后，要彻底的把水浇透，前后左右都转一下，然后浇透水。同时用一张打湿的厨房纸清理一下叶面的灰尘。最后一步是泡水，把换好盆的蝴蝶兰泡在水里，放在阳光下大概2、3个小时就可以啦。